近呢，我有在微博上看到网友就这个人造肉的这个topic 展开了一场讨论。那因为我生活在洛杉矶，这边有很多为素食主义者设计的这种周边产品，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很有名的人造肉。我们今天呢要去两家不一样的 burger 店，他们用的呢都是同一家公司所生产出来的人造肉，这个公司叫 Impossible Meat， 它应该算是就是现在洛杉矶这边比较有名的这种做素食肉人造肉的这种公司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选了一家 Burger King， 一家五妈咪 Burger， 我们都分别去点了他们的人造肉的汉堡，然后呢尝一下看看哪一家味道更好。Hi, how are you doing? Can I just get the Impossible Whopper? Can we also get number 13 as a meal? Thank you. Iced tea, please. Thank you. Okay, 我们现在 Burger King 已经买到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在手机上 order 五妈咪他们家的Impossible Burger。现在我要点，然后等一下去拿。回来啦 ，Burger King， 这个我们是买了它的一个 burger 的同时，我们还买了它另外一个套餐。好了，薯条，然后这是 chicken fries，OK、okay。下面你把包装看一下，你看这一号选手，这是 Impossible Whopper。里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 Burger King 的，对。然后怎么感觉有点焦呢？批量生产，然后这个是五妈咪的，可以看到这个 U 就是五妈咪的这个 U 字，然后打开有一层 cheese onion tomato， 然后底下是这个 Impossible Burger， 哇，它还有这种红色的这种，有点像这个是那种真的肉，哇，这个像是跟椒 ，OK。真的有牛肉味，但是牛肉味好重，就是真的很像个牛肉 burger， 挺假的，嗯，闻起来就是很像牛肉，哎，还有那个。放在 broiler 上烤的那个 smoky 的那个味道，天哪，这个洋葱也太大了吧！我觉得 Burger King 这个，你要是跟 Burger 这样一起吃的话，你是感觉不到这个是不是牛肉的，因为它有口感，跟它跟 Burger 加一起呢，它是有个味道的，它味道很像，但是它那个整个口感，我感觉吃的不太像牛肉。哎、下去，这个牛肉味我觉得它的那个肉更嫩一点，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 vegetarian 或者 vegan。如果不能吃肉，这两个完全我是可以满足到我那个想要吃肉的那个 craving 的。我妈里的就是 juicy 一点，就是很多，对它很浓的那个 sauce 在。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肉会厚一点，而且这个是烤的更糊一点，就是说它的味道能想到，我觉得它口感上是更有那种弹性，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这个呢，反而就是它这个肉里面，它第一它那种汁水会更多一点，其次它咬起来那种口感也更像牛肉一点。Yeah. 但同时呢，它会比那个更厚，所以你这个其实是只能吃到它的有个味道，但这个是你就真的感觉自己像在吃个 burger。这个 burger 是13块钱 ，burger 挺爽，六块，就是对说价钱还是有差，不过真的要想吃，如果是 vegan 或者真想尝试一下的话，我会推荐这个多一点。Yeah. 这真的是一个，那就贵一点。但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可能是稍微试一下，或者是知道，天天去吃。你要是 vegan 的话，那肯定这个好吃一点。它这个肉的patty要厚一些，但是你单吃的话，它的那个口感跟牛肉也很像。我觉得这个 Burger King 这一款真的好神奇哦，真的。我想说那个做的更像一点，虽然说它用是一样肉，但是这个可能因为太薄了，那它这个就像那种，它就那种，就是你用手一抿的话，那种颗粒感，它就那种纤维拉扯的感觉。想想，就是它在里面，像牛肉粒，但是味道，对，就是味道。我知道他们这个公司还有做像什么香肠，就是那种烧烤的那种香肠啊之类的。但目前好像。只有做牛肉是不是？没有什么鸡肉那些，好像都是牛肉。你可以去看看 Beyond Meat，Beyond Meat 也是他们的竞争对手。Beyond Meat 在超市的 presence 更多一点。Beyond Meat， 噔噔，找到了。不过我觉得哪天到时能可以，他们买一盒那种 Beyond Meat 回来做饭。虽然说我个人以前对这种 vegan 跟素食啊这种东西还是。
么说呢，总觉得比方真的吧，但是吃一下真的还有点改变印象。尽管我会更喜欢吃真正的牛肉汉堡多一点，不过这个还蛮好玩的。对，怎么样，吃完了以后总结一下，二选一，价位六块钱，这个13块钱，你选哪个？我选肉。我也选肉，但如果真的要这两个选一个的话，我会选这个。我也是，这个会比较好。这个说实话，如果你真的要有朋友去点这个的话，可能让你对人造肉印象不会那么好，因为这个其实 burger 做的还蛮一般的。这个真的是虽然贵一倍，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嗯，来洛杉矶的朋友可以试一下umami burger。对，但是真的要选的话，还是会选真的汉堡， yes. 就偶尔玩一下就好了。OK， 就这样吧。嗯，拜拜。Two burgers. Thank you. 还是这个好吃。